大家早安，我是小飞。今天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天，我们有一个很 special guest。Yeah! Yeah! All right， 我们今天会去，我们今天去哪里？我忘记。我们今天去阳明山泡温泉。Yeah！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阳明山是有温泉。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宅女。对的，之后你会变那个 outdoor nude， 户外 nude， 然后就是你的影片就是全部就是会变。我跟 PK。你去台北对不对？对，我住台北。是你很少来这里。很少，真的很少。户外的部分我有点虚弱。你有兴趣吗？还一个，这个没有。但我发现我之前没有兴趣，就跟错人来了。啊。我今天跟你来，我就会觉得我去就是旅行背包客的时候，我会去很多个国家，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地方，真的跟那个地方没有关系，就是我舞蹈的人有关系。所以如果我在一个不聊的地方，就是如果就是我很喜欢的人，就是交一个朋友这样的，我会觉得那个地方哇非常好玩，然后就是来过几年后就是会去那个地方，然后觉得很无聊。真的旅行没有跟那个地方有很多关系，就是跟人有关系。对，没错，人。你会看很多那个历史的，你也会看台湾的历史。对，就是你会看人之前的历史，台湾怎么变那个岛，那个山从哪里来？那个山就是被挤压起来的。对，可是阳明山不一样。阳明山怎么来的？阳明山是一个火山，所以我们现在去的温泉就是很特别。一般的温泉就是因为睡在地球里面，然后就是会被摸被挤出来。对，挤出来。阳明山就不一样，阳明山底下还有岩浆，因为就是包起来被埋起来，所以那个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现在就是几百年后还是很热。第一个带你去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地下的淹没，就是会这样不会出来，可是你可以看那个烟然后你可以闻那个味道。阳明山的温泉跟其他的台湾的温泉不一样，就是这里是硫磺温泉，这里的硫磺就是从那个后山来。除了阳明山以外，台湾只有一个地方有那个硫磺温泉，就是台东红叶温泉的第二的传统。在台湾啊，男生如果带女生来阳明山，他们都有点 something special。你觉得我们有 something special 吗？就会 fall in love 通常是晚上看夜景。所以我太早带你去，应该要等晚一点。对，要等晚。Maybe 没有歌。阳明山的森林很特别，应该是台湾最深的地方。这里跟东澳那里，就是差不多每天会下雨。所以你看这里的森林非常浓。对。如果你要走出去，就是并没办法，很麻烦，因为太浓。也是北部，所以这里的植物的，来南部的植物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森林不一样，这样，这里的树会比较低，应该是那个风的关系，因为那个风很大，所以不会有高树。这里要做什么 ？Maybe 这里。小飞开车很强哦 ，Maybe 这里。Maybe 这里。In 200 meters, turn right, turn left. Easy car. All right, 我们到了。Cold. You take your bread everywhere. Yeah. Are you ready? Ready. 小飞，你觉得我们大概要走多久？一个小时。如果有面包，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会 OK。没错。我说，因为那个风那么大，就是为什么这里没有那个树，因为那个树枝就是会被。脆掉，所以就是在阳明山跟北海岸的山，你看，全部都是那个草，因为这个树就是没办法长大。那你看那个黄色的那个，哇，好酷啊！哇哇哇！哦，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这个都小，可是有一些个温泉，他们可以就是 like 140度这样的，因为那个水里面有很多空屋子，所以可以超过100。可是你看那个泡泡不一定是那个不一定是因为温度，有可能因为就是那个地下的瓦斯就是出来，对。好，可是看起来蛮热 ，extremely hot。阳明山的硫磺味还蛮好闻的，耶！自己截图。是音频吗 ？I don't know。
哇塞，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是真的是一个火山。阳明山跟其他的台湾地方的不一样，就是从那个海就是爆炸出来，然后这个也不是吃掉的火山啊，它是活火山，所以有可能就是有一天就是会再一次爆炸，就是为什么我住高雄哦，因为可能就是有一天台北全部不见了。不知道 ，scare， 不能讲 scare，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开玩笑。那个面包就是小倒你一点，对。第二个地方是我们就是去下七股温泉，现在很冷，我真的想跑。天气看起来很好，可是真的很冷，一定需要跑。You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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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哎、欸，宝宝，这个你可以放后面。啊，这个可以吗？好。哦。喂，为什么他跑我？哇 ，Outdoor so funny！ 哎、欸，那你有来这边看过牛吗？啊，还没，还没，很大只哦。有次我在长顶，我们说行，我们叫一个岩石，然后我们叫一个阿妈，他说小心小心，这个河床里面有牛，他们会追人，嗯、会追人。对呀。师傅，有洗澡。对，因为这里有那个一百一伏的。可以这里可以洗澡。小飞太帅了，你最酷！大家好，我最酷。我应该需要 gentleman 一点点这样。哇哦哦哦 ！Baby， 我的粉丝会很开心。下七股的好处也是，你可以用那个巴士来这里。不需要你自己的交通工具。哎、欸，他没有被放走哎、欸！不会吧，狗狗不会咬人。确定？不会吧？对，那个是不对的路，从那边来比较好。对啊，你看，他们有那个 sign， 可是他们应该也要放一个 sign 在外面，然后我们会知道。我现在是没有心情，就是管好不好笑啊！你带那个面包就是换掉吗？没错，就是会去每个地方，然后跟面包就是自拍，厉害。之后你不能吃，因为这是别人的好朋友，没错，所以你不能吃的啊。我知道，我一定会听。谢谢。So I just talked to some people coming up, and they said that there's so many people in the hot spring right now.And that's because everybody was at Bayan Wenchuan, and then the police came and like kicked everybody out of Bayan. So it's kind of like a strange rule. Out of the 14 or so hot springs in Yangmingshan, this is the only one that you can just sort of go to and soak and not have any problems. That's a bit of a strange rule. The park says it's for safety. Everybody else says it's just to protect the business of like the hot spring hotels. I'm not an expert on this subject, so I won't make an opinion one way or another, but I do think it's a bit strange that, you know, Yangmingshan has this amazing tourism resource. Not even tourism resource. It's not just for tourists, it's for like the local people too. The hot springs are one thing, there's also like the rivers. So there's such a like amazing place to go kayaking. I'd love to go kayaking in Yangmingshan. The rivers are just amazing for it. And there's also like more waterfalls and stuff, which I've never been to and never put on the website. You know, Yangmingshan, like Taroko, I hope that one day we can actually go into the Zuoxi. Other parks like Yushan, for example, it's not a problem. You can Zuoxi in Yushan, it's fine. Maybe one day. 对，可是这个没有很热。就是我们快掉了，真的快掉了。哎，小朋友。哎，你好，有很多人吗？有一点点。你有泡吗？没有。为什么？这池不多。泡在这。好，我看一下。谢谢。谢谢你。有不少要去做野外球。看上面比较有意思。这里比较多，天哪！对呀，真的有很多花。这是什么？人家吗？就是那个矿物质。这个是源头。对，那个源头在这个下面这里。那个源头就是出来，就是应该 like 60度还是什么？就是太热不能跑，可是下面那里那个温度会比较好。你看那个水那么清，可以摸。哦，
很烫哎、欸。就是框屋子。框屋子哦，小飞，你的手，我拍你摸好了。哇哇哇 ！There's a hot spring flowers。好，我们看一个地方可以泡汤。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泡汤。哇！哦，哇，这个更烫。哇！哇，这个真的烫。而且真的很烫。如果我们加一个帆布，然后一个水管，我们可以就是从那个水就是带去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一个泡汤。我几年前就是来这里，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汤。今天为什么会水比较少？每一年不一样。如果你12月会来，有人会挖过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可以泡这样。我们太早而已。小朋友这么弱，我往下面走好了。今年看起来没有很大，还是这个太热？为什么没有人在这里泡？耶！今年的下去的温泉没有很大，就是两个人，如果很瘦可以泡。这是什么？赞！这是赞。刘佩的，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最棒！刘佩会是这个吗？会啊，他一直这样的。不好意思，刘佩，我没有看很多你的影片，我一下就是复习一下。硫磺温泉，这样的会对你的皮肤很好。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硫磺的牛奶汤。哇、这是艺术业的地方。没错，因为你在逼着我也是在那个艺术业的投资奖。芝麻柠檬汁橄榄油。芝麻柠檬汁橄榄油。有点水，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吃的方法就是我这样，好吃饭就好。好，那这个会有点酷酷的，看你吃不出来。嗯，真的酷酷的。这个是鹰嘴豆，然后里面是加一点这个，然后也是加那个橄榄油。跟在台湾吃的不一样。好饿哎！鹰嘴豆挺好吃的。在鹰嘴就是最当地的人吃，就是披萨跟烘焙。哦。我早上都没吃饭，然后在打工。我们平常这样的不会，就是面包而已。这个平常我会放在。like 鲜的东西，牛排、马铃薯这样。这个我们会常常就是面包而已。这两个东西我也会念。混在一起，会混在一起这样。哇！对。但是我觉得它鹰嘴豆腐还好。如果我吃鹰嘴豆腐，我会跟小鸡。在这里应该就是白天就是很舒服，因为晚上应该会没有不够热，应该晚上需要去上面啊。今年的夏威夷没有那么大，可是每一年这个不一样。然后因为现在就是10月底，温泉季节还没有真的开始，所以如果你12月回来，应该这里会比较大。你也可以带你自己的帆布，然后一个水管，然后这个会很容易做一个泡汤。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合适做这样的活动，因为这里很少，不是还有很多很多个帆帆、小精品这样的温泉。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常常去户外的人，可是就是要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地方，在这里觉得很简单。如果你要开始变一个户外的人，你可以选选这个地方，也会对你很合适。啊，其实很舒服。哦，都被台湾叫到了，真的很冷。可以呢，太酷了，哥！哦，今天小飞就是带我这个 inside door，indoor whatever，outside 啊，随便 outdoor door， 我真的很累，但是我很努力。我的频道也会有小飞跟我的一起的影片，像是以色列时。我一周面包也会出现小飞，大家都可以来看看。我觉得很累就是正常的，如果你去户外玩了，你会来不累？你没有真的玩。没错，我真的玩了，我还完蛋了。台湾真的有很多个野溪温泉，这是第一个。可是还有就是，有一些推荐大家，你可以看我的地图，看你自己附近最近的温泉是哪一个。然后这个冬天我给你一个 homework， 你一定是要去野溪温泉泡。好，谢谢大家，记得 subscribe hook， 也可以 subscribe 我，拜拜。